提前疏通经络，预防疾病，活出健康人生。养生不是明天的事，而是每一天都在为自己的健康铺路。经络的畅通与健康息息相关，它们是身体气血流通的重要通道。想要远离疾病的困扰，提前疏通经络至关重要。长期寒湿淤堵经络会削弱免疫系统，影响生命品质。保持良好的经络畅通，不仅防病抗衰老，还能提升免疫系统水平。年轻人要及早关注养生，不要等到后悔。财富无法解决健康与生命的问题，预防胜于治疗，疾病无情，健康来之不易。现代医生承担巨大压力，为我们的健康付出太多，唯有提前保养身体，疏通经络，我们才能减少疾病发作，不再被动寻求医疗。老杨发明的按摩袜为提前做好身体保养提供了解决方案，让我们的身体远离重大疾病的威胁，预防重大疾病，活出健康人生。让我们从相信预防胜于治疗开始，为自己的健康而努力。只有用心呵护自己的身体，我们才能真正活出一个健康、美好、快乐的人生。